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继续带你来关心的是，就在中美两国呢忙着拜习会的同时啊，东欧的紧张局势却突然的升高。这是《卫报》的报道。乌克兰总统表示呢，俄罗斯在俄乌边境已经集结了10万大军，而美国则警告说，俄罗斯很有可能正要准备攻击乌克兰。那我想请教这个邱委员，先帮我们观察一下，俄罗斯突然在这个时候啊，重兵部署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边境。您怎么观察？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哈。为什么这个时间点？美中在忙于这个拜习会嘛。这个美国是自顾不暇，他在这个亚洲还要跟中国这要所全心全意嘛。所以这个时间点，他可能认为美国没有其他的心思去管东欧问题嘛哈。所以他就这个时间点。但是其实俄乌关系是长期紧张的。是，好吧，2014他都入侵这个克里米亚，对不对？那这个造成这个局部的冲突。啊，最近美国这个两艘军舰又进入黑海嘛，对，所以到美国的势力逐渐往这个俄罗斯附近来扩张，而且北约也希望把这个俄罗斯附近几个国家也纳入北约了哈。对，另外就是美国的防长 Austin 啊，官方也鼓励这个乌克兰能够加入北约，对乌克兰事实上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如果他能够加入北约，那当然你把这个俄罗斯的脖子给掐住了。他当然会，一定会有所反制嘛，所以不可能说对美国的这种或者对北约的这种战略企图啊，他们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回应哈。但是出兵的时间点哈，当然我不认为会轻启战端的哈，那集结可能只是一种类似共军老台的哈，这是一种恫吓，就是说你不能轻举妄动，你不能再升高这个对立哈，或者你不能在北约上有任何的企图要把。俄罗斯附近的国家呢纳入北约的体系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一个虚张声势的哈，就是趁着拜习会对，然后虚张声势，但你知道我不是这个纸老虎啊，我不是这个不重视这个问题啊，是，对，那俄罗斯出兵的用意，如果真的要出兵的话，我想不太可能在这个时间点来出兵的，因为事实上这个美国把这个俄罗斯视为也是主要的战略对手嘛，除了中国之外，所以美国虽然它可以同时两边作战，我认为目前实力还可以的哈。是，好，那如果你敢在这个时间出兵这个乌克兰，那对美国当然结合北约，如果乌克兰失守，那整个北约整个会面临到很多的这个安全问题。我顺着委员这个话，我想快速请教三位哈，这个乌克兰发生军事冲突的几率，目前看起来你们觉得有多高？像刚才委员您说大概几率很低啦，你大概估计这个如果是0到100的话，几成？我大概个位数吧。个位数。委员您觉得呢？零。不会发生冲突。非常低。非常的低。我可以看到是北约针对这个事情哈，俄罗斯的这个军队呢，这个集结了大军呢，在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边境，北约是警告了哈，不要升级紧张的局势。那也有人就会观察说，到底现在这个局势有真的这么紧张吗？像三位刚刚都讲说，发生军事冲突的几乎是几率是几乎是微乎其微啦。那北约在这个时候讲啊，说他如果这个乌克兰发生了这个状况的话呢，北约是会协助的。但他能够做到多大的程度呢，大使？我觉得这个集结哈，比这个演习那要低了很多了。集结部队你放这放那。几个月前那边的就在乌克兰边界的军事演习，那个是更紧张的啊。那个演习的规模之大，也是近年少见的，十几万部队在那边演习啊。那么就在乌克兰边界啊，而且出现了很多新的武器啊。对，所以如果说现在的情况紧张的话，只是因为部队集结的话，那两个月前不是更紧张？那我觉得英国的这个国防参谋长又回复到这个说这个100年前的英国比冷战还高啊，这个又希望哈他的欧洲大陆哈多一点争多一点战争，然后他在这个躲在这个英伦三岛哈，他可以享受高枕无忧。所以我觉得我不晓得英国参谋长说发生战争风险比冷战更高，他的是什么他的背后的理论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看到，现在其实不是乌克兰的问题，而是白俄罗斯这个运用难民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武器哈，在报复立陶宛跟这个波兰。那么现在集中在波兰，因为
有人说立陶宛后面撑腰是波兰，所以现在这个是一个难民战争啊。那么真正的武力的打的其实已经打过了，已经死伤14000余人了，这是好几年前的事。2014死伤惨重的已经过去了。因为郭委员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机率你也觉得说是几乎是零、啊、因为他没有战略目标、啊、对，因为2014那个是因为乌克兰的东南部嘛、嗯、那个顿巴斯那边都是俄罗斯人嘛，那那个时候因为乌克兰的整个局面还没有稳定、嗯、他们不知道他们要把他就是要歧视他、啊嗯、比如说禁用俄语啊，或者要降低他的地位啊等等，可是后来双方已经妥协了嘛，对，那允许他自治地位，所以那个时候当然俄罗斯是支持顿巴斯的俄罗斯人嘛、啊、可是这个矛盾那乌克兰内部已经解决了，那俄罗斯也知道不太可能说让他独立出来了，这个就整个欧洲就大乱。我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啊，乌克兰加入北约其实就是俄罗斯的红线。对，那一旦，但是现在美国是不反对啊。哦，那个是只有美国，因为美国不在欧洲啊。对，所以欧洲都反对。对，欧洲都反对啊。所以欧洲都知道这一条线在哪里。当然，当然知道。所以现在北约，这个跟亚洲对台湾独立也有点类似、啊。是，所以那委员，您继续帮我们观察看，您怎么看？就是说哈，就是现在北约刚刚讲说他介入嘛，要如果这个乌克兰有事的话，北约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但是他到底能够介入程度有多深？不，那个都是在讲话，因为他、啊、他成兵在边境也是事实嘛。嗯。那顿巴斯会不会跟乌克兰的当局又出现矛盾？嗯。那俄罗斯就说我备用啊，那既然备用，那乌克兰自己也在盖海军嘛，不是吗？对啊，他自己也在把他的军队要弄到10万人嘛，所以方方面面都在整顿自己的军队啊。那个地区现在关注的焦点，应该就是刚刚大使所提到那个难民的问题哈。难民是白俄罗斯，并不是乌克兰。对对对，就是说，跟俄罗斯友好的就是盟友的这个。这个有点复杂了。对啊，因为卢卡申科他的民调只有30几%。结果得票居然80%、啊嗯、所以西方本来认为他就是作弊的，那不承认他，那不承认他当然就引起了正当性危机嘛、嗯、那这个俄罗斯就普京啊，普京就立刻想到他明明就是76%当选的、嗯、那西方人也是这样欺负他、啊嗯、所以他就力挺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嘛。那现在这样的这种难民的策略哈，对于北约跟对于甚至包括首当其冲的波兰，觉得影响跟压力在哪里？坦白说了，白俄罗斯他就那些中东难民啊过来，他是收费的啦。嗯，对。然后那些人来了之后，他就跟他们讲说欧盟愿意接收，那事实上欧盟根本没有答应。嗯。所以这个不是官方在组织人蛇集团嘛，对不对？嗯。那结果这群人来了之后，因为他们主要是想去德国嘛，那可是要经过波兰啊。那波兰总不能提供个火车专列让他们运到德国啊，因为德国现在刚政党轮替，那新的执政党也不愿意接受这新难民啊，他就说他们是被你骗来的、啊，我为什么要收啊？而且他们跟梅克尔又不一样，对难民没有那么欢迎啊。是，啊，结果人已经到了白俄罗斯啊，结果白俄罗斯把他丢在他跟波兰的边界嘛，那现在是零度了，所以那些人就急着要闯关嘛。我看到的资料是11月13日就发生223件闯关，而且你口口声声说人权嘛，然后被打死11个人，生命安全啊，这个不是人权问题，是他们觉得是白俄罗斯乱搞，他们就说我们没有答应，你怎么把人家运来了？那所以波兰就很生气嘛，而且德国又不收，那我们让你过了波兰，他们岂不是住在波兰？对，就变成这样啊。这个事情邱委员你怎么看呢？当然，我是一个计划性的报复啦，包括这个波兰跟这个立陶宛支持那时候的脱鞋革命的，对他们的这些所谓民运人士的哈，的支持，所以他用这种把这个难民当作武器，难民武器化了哈，所以可以看出他根本是有计划的用国家的力量去介入哈，把难民有计划性的从中东。大概几个国家了哈，到叙利亚啦，可能伊拉克也有，可能库德族哈，用很多方式啊，诱拐啦、诈骗，甚至用毒品，啊，用很多的方式让这中东的难民啊，这个都能够透过这个白俄罗斯。对，以前我觉得中东的难民要到欧洲，大陆现在经过巴尔干半岛比较多。上次是经过希腊。
对，那是巴格曼长。可是德国同意啊。但是现在问题是说，这个是北方的新路线啊。对。这北方新路线是从这个白俄罗斯来进入这个欧盟嘛？那白俄罗斯一定是有他的政治战略的目标嘛？好，第一个报复这两个国家，另外他是要对北约的一些反制嘛？好，所以把难民当我不需要发一兵一卒，我用这些难民来制造你欧洲的秩序的混乱呢、啊？但是你不要忘了。一个卢卡申科没有办法有那么大的能耐哈，一个佩拉鲁斯就是俄罗斯嘛，但是就是普丁嘛哈，那普丁当然他对这个欧盟对美国也非常不爽嘛哈，有很多他的这个报复性的作为，如果没有普丁啊，比如说俄罗斯航空，它是一个载具嘛，啊，包括这个叙利亚航空，对，这个都是几个主要俄罗斯航空，所以是普丁加卢卡申科的这个合作，对，然后。导演这个所谓颠覆欧洲秩序的这个难民，不过现在这个欧盟已经要对这个白俄罗斯的包括航空业政府官员要决定要扩大制裁了。不过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啊，贵人曾经提到说，如果真的是进一步的发生说断气哦，断了你的天然气的话，这会引发军事冲突，会引发军事冲突，对，因为太严重。所以这个事情有可能平和落幕吗？你觉得？很困难，因为波兰跟立陶宛刚好就是最反俄罗斯的欧洲国家。